前言，早在狗头人版本初期，看到了333群奶的我，就构筑出了一套盘活了圣光护卫者、开心食尸鬼的治疗体系的快攻术士卡组。玩了整整一个版本，并取得不错的战绩后，在版本末期退环境前还发了篇帖子，结果治疗员这个版本就火了起来，风靡了整个天梯。而就在这个版本，我又在开发着一套不同的动物园卡组，这次的主角就是我们来自经典包的老朋友，长期坐着冷板凳的暴雪钦定的救世主光与暗之子炸服勇士伊利丹。在这里分享一下，没准下个版本这套又火起来了也说不定。声明，卡组只用于探讨伊利丹能否进构筑，不代表最终卡组和天梯强度。卡组详情，卡组链接 ,IS0419MKVOIS,LAKVCULKVLAVFNAVLQLAUX.NO, 老三 Corbe 等于。单卡介绍，小精灵企鹅，本套牌拥有四张一废牌，不但能在快攻内战中快速打出带来免费的节奏，同时还能和卡组里的其他牌打出众多 combo。 厄运鼹鼠，本套牌中我特地把烈焰小鬼换成了鼹鼠。首先，鼹鼠本身不具有任何副作用，可以放心的配合压雨铺场。其次，在配合虚空撕裂者时，鼹鼠拥有着单挑三四倍热门的郊游铁木魔像的能力，同时配合压雨铺开后可以全变三攻斩杀。而且本身在面对技术奇贼这些快攻卡组时，三血无副作用的鼹鼠也是更好的一废战场生物。任务达人，配合四张零费和众多一费卡，可以快速成长，造出一个大哥加一地杂毛的立体化场面，让处于防御方的对手无法应对。作为一张三费卡，拥有能直接快速长到二位数身材，要么单刷对手，要么骗出应解的恐怖上限，堪称一员大将。虚空撕裂者最近已经看到了不少快攻卡组，如基数奇动物园都尝试将它加入卡组，大多数都只带一张，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但我还是要说，这卡依然处于被很多人低估的状态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张所有中快速卡组都可以无脑码边两张，强度几乎相当于被削弱前的古眼的神卡。对于这样的构筑，有的玩家认为其实算是蛮有意思的思路。小精灵能回想，伊利丹还是个恶魔，但是往卡组里加入太多的杂技 combo 往往也会降低卡组强度。这是奇迹园，难道奇迹家族要再添一员大将？其实鸭羽配小生物造海巨人这强度不错，这牌绝大部分的强度来源于 DK 吧，跟伊利丹其实关系不大，强行塞 combo 会导致卡手的。小编测试了下这卡组的实用性，现在是小编点评时间。菲菲对阵的是治疗鱼人数，依靠低倍的卡牌打下 combo 的确很爽，如果手上有鸭羽更是无敌，配合任务达人可以一回合下出很多大怪对阵骑士，低倍的随从很容易 buff 任务达人，但 combo 的联动性不强，最后还是输了。总结，这套牌的娱乐性是很足的，通过压雨下一个个随从，然后互相配合制造场面，但是强度仍需改进。